清风客栈不仅是小县里最繁华的客栈，还是最大的情报机构。它服务于江湖第一大门派无诈派。无诈派大师兄和小师妹在清风客栈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反诈行动。还欠赌坊1000两。白姑娘头脑简单，肯定好骗。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但郑公子深得我心。不对，从未见过面，此事肯定有诈，我得赶紧通知大师兄。白姑娘这个傻子，汇钱地址已经写给她，就等钱到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慢，大哥，大哥，是我得手了。休想行骗，出来！哪有什么骗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还不老实交代！杀猪盘的叫法现在已经成为行话，真假公子当然不会让他见我模样，阅历优秀，丰富，主要还是依靠抄袭，飞个情书多少需要加上一些诗意，高级骗术哪会让他看到我的交易，多看他几次他就也想为爱投资努力努力，当然需要拿钱表示他的诚意， money 到手快点跑路，一定不会犹豫。你个骗子，还我钱财。时代在变，骗术也在变，识人不仅要靠眼缘，更要靠自己的头脑，警惕虚拟投资理财诈骗钱财。